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小姐，这是哪里？欧阳小姐都被你害死了。啊，那我是谁呀？你是沈将军的嫡女，当今首府大人的夫人沈之欢啊。首府？徐远卿？你长得倒是不错，只可惜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恶魔？今晚我与夫人便把洞房花烛补上。洞房？耶、他肾不好。早就听说沈家早早给我备下了一个花名册，上面足足有108位美男呢。蠢女，竟然想背着我去找别的呢。好大一朵白莲花。这里还轮不到你撒野。蠢女人，他不会能听到我在想什么吧？徐元清，好歹也是我徐元清的人，再遇到事便退了回来找我。他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只要你现在过来跪在我的脚边，发誓永远臣服于我，我便放了。不管你以后是忠臣还是奸臣，哼，你就是我沈之欢以后的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